在投审公署的用心安排，站着模范母亲的迎宾列车来到图书馆前，并由镇长蔡荣义亲自接待进入表扬会场。所有公署还精心规划妈妈们的生活记录影片，还有温馨歌中剧的演出，并由镇长授奖给模范母亲，感念他们在社会公益以及家庭子女照护上的辛劳。夫妻无怨。大家咧，拢像咱今日咧送予你的礼品同款，金光闪闪，但咧让你们咧每一天都平安顺遂。妈妈的伟大，也是咱每一个人啊当中放起心肝头啊上解啊深入的啊一个啊感恩。因为自细汉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受到四大人的养育之恩。在上辛苦的艰难的当中，甲咱抚养长大，我想这种的温情啊，不是一两句话就会当来甲伊啊，这个讲出来。啊，一透早，咱看会到咱的妈妈会用讲，每一位拢化妆甲有够水，因为今仔日是112年上届美丽、上届光辉的好日子。因为今仔日是母亲节，在各界的表扬肯定，鼓励纪念，让妈妈母亲节过一母亲。